Yeah. 这里是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域，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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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摩登兄弟 brother。是不是都得有一点这个东西？下面我简单讲两句你哪那么多事儿？你困了你就去睡觉。你哪那么多事儿？你们能不能懂点礼貌？你哪那么多事儿？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。你哪那么多事儿？别在那胡说八道。干啥嘛？你管我？你有个经纪人呢？干啥嘛？不会是你是病娇吧？干啥嘛？我还用你说？说不废话吗？凭什么？你还听不懂人话吗？这个直播完全上就是属于一个福利。你在刘宇宁的主要干嘛呢？主要是学东西。人生虽然是竞技，但是它也是个游戏。我唱 OST， 我还怎么来法拉利啊？刚才有朋友说你有本事关美颜，你说你多忽略你，我能不能给你一个公权？那人怎么那么市侩？干点啥就要钱？哼，有些话不能接，接完又没有撤退可言。家人们行不行？是不是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懂不懂？明白不明白？不至于办不上，没必要，无所谓，管他呢。你说说奇不奇怪？聊不了太真，单纯了，太嗨了，真的吗？然后呢？上热搜了。你等会儿，朋友们 ，You know me， 我隔壁确实是打起来了。你哪那么多事儿？这件事真的特别劲爆。你哪那么多事儿？就是我唱首歌哄你们睡觉。你哪那么多事儿？听了想笑。哪那么多事儿？格局打开就这么奇妙。干啥嘛？哎，我也有技巧了。干啥嘛？往后一看，这是个傻子吧？干啥嘛？骂我干啥嘛？我招谁惹谁了？凭什么？就说你呢，瞅什么？你瞅什么？一键三连，关注我的微博，我叫摩登兄弟刘宇宁。